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新的方向，这新的一个方向是非常重要啊。但是心怎么会有方向？心就只有主动脉的方向啊，就打出去，然后再从静脉再回流过来，它的方向是一定的。但是真正的那个意涵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我思过故我在。不是我吃故我在啊，我们现在就是靠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啊。要思考，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整个消化吸收以后得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自己能够觉得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它自然会跟着出来啊。所以要好好的运用我们的大脑，这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切面的图，这是从正面来看的啊，大脑这样子。所以这是右边的半球，这是左边的半球。右边半球跟左边半球中还有这个胼胝体啊，有互相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所以绝对不是右半球自己独立运作，跟左半球不搭理的这个状况，绝对没这回事啊。很多的一个讯息一定要分工，但是接着就是要合作啊，绝对不会只有分工，然后啊彼此之间啊门户之见很重啊，这我们人就没办法存在。所以大脑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数字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啊，200亿，什么意思？大脑的脑细胞有200亿个脑细胞。200亿耶，这个表示它可能发挥的功能很大很大。我们如果只让1%的脑细胞发挥功能，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一定要善用这样的一个器官。好，这是大脑。刚刚讲这个半球，就从侧面来看的时候，另外一个我们大家也可能会忽略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就是占的位置比较小，在这个地方，而且名称又比较小一点，叫小脑。大脑当然看起来就很重要，小脑看起来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大家同样看这样的一个数字，细胞，小脑的细胞是1200亿呀，1200亿。那为什么小脑是跟我们的运动是有密切关系？它等于是说，在大脑这个地方，我们的运动中枢把这个运动的指令下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指令，它中间要经过很多的这个手续啊，把它变得这个很流畅化，不然的话，我们动作就会这个非常粗糙的那样的一个行动，它会造成生活上各种行为的一个执行上的问题。所以小脑发挥着非常大的功能，比大脑的细胞刚刚讲200，这是1200，六倍的一个数字啊，影响当然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的一个动作协调，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要多动多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多动多走啊，这个也是这个约翰·席格这位雕塑家它呈现出来的。这就是说现代人我们常常要搭公车上班或者是过马路它的把那样的一个人各种不同的一个形形色色不同职业的人，但是走在街上那个到底是匆匆呢，还是疏离，是真正紧紧的大家一起有一个方向走呢，还是自己心都不知道飘在哪里的状况？这个大概20世纪初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雕塑来去形塑出现代社会的孤寂感，即使人是很多，那当然他也用这样的一个雕刻的一个方式啊，去把人类非常恐怖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尤其是集体的那样的一个残酷啊，在那种暴政之下，你看屠杀人民，一个人这样子残存的人又怎么去面对他的未来呢？所以这是人性中的一个可怕。其实透过艺术，透过画作也好，或者雕塑也好，可以让我们有机会，不要过一阵子以后我们就忘掉。遗忘是我们的天性啊，或者遗忘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但是
透过这个艺术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啊，不要那么容易忘掉我们该反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的一个这个艺术作品里面也再再都提醒啊，一样，这是把公车的外面的这个情形，他不用特别去陈设，就是里面公车里面的人，每一个人每个人里面都是到底在做什么。好，现在我们把它改成捷运，每个人的表情又是在干什么，我们就跟我们的手机产生关联，在手机是不是真的产生人跟人之间的关联，也未必啊。所以提醒我们，人跟人的互动，人跟大自然的互动，这才是健康的一个基石啊。这个不要自己只是跟自己互动啊，这个达到的效果并不好。好，那自己跟自己的互动，他又点出了那一份的一个哀愁出来。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浴室里面自己跟自己的互动，那你说浴室有什么自己的互动？唱歌吗？还是怎么样啊？他的画作雕像雕塑里面是这样子，你看这个还是真的很像浴室的那个样子啊。这个女生在做什么事情啊？不是在写，不是在画他，雕塑他在洗澡的一个样子啊，拿着这个剃刀，从我们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啊，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个是真用真正的这样男生刮胡子的一个剃刀是一样的一个情形啊，要去刮腿毛的这个情形，在欧美的社会里面，这可能相对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但是那一份的到底这样的一个所作所为，是所为何来？有时候也要去反省一下，这个到底达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样子啊？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某一个人，这我想应该大可不必啊！他的一个艺术作品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让我们省思的一个空间呢、啊。不过刚刚讲剃刀啊，这个手术刀边缘呢、啊。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一个37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这是侧面来，从横切面来看，这是大腿的大腿骨啊、腹骨，这个我们的睾丸的附近的一个地方，这有很明显的一个肿胀的情形啊，而且颜色的那个情形啊，是让人家不放心。它的范围又蛮大的，临床上出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肿胀的情形出现。这个病人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说哦感染啊感染，我们接着就给他抗生素治疗，不是？看到这种感染，第一步要接着该做的事情，除了抗生素我们可以马上给以外，要安排进开刀房，要赶快给他做清创的一个手术啊！为什么？开刀进去就可以看到他整个一个坏死的范围，它不是局限性的，它是一直扩散过去的，而且这个扩散的一个速度，坏死性筋膜炎破坏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不赶快给这个部分坏死的部分呢，给它清掉里面的一个化脓的组织啊，让它有机会引流出来的话，这会致命的，会死亡，造成死亡的，所以是非常恐怖。那你说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么样的这么严重的情形？这就是清完以后局部再给它做一些缝合的一个动作。那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有这么严重？这个基本上这个病人大部分都有一些这个因为免疫系统或者是慢性疾病的关系，像刚刚那个病人就是一次突发性的猛爆性的一个肝炎，所以整个的一个抵抗力不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其他部位发生肿胀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另外一位47岁的男性病人一样，在这个地方肿起来非常厉害的这个情形，那可以看到皮肤的一个表面整个都是颜色不对，这个颜色不对代表的不是这个是化脓，白黄色这不是化脓，是皮肤坏死。那为什么皮肤会坏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是靠底下这个地方有小的这样分支的血管上来营养我们的皮肤啊，所以当这个地方形成坏死性筋膜炎的时候，这个血流就不通，不通的结果上面的皮就会坏死掉，所以一样就要赶快把这附近的有问题的组织给它清掉，包括刚刚坏死掉的一个皮肤给它清掉以后，这个病人的感染才能够得到控制。因为这样的感染，你说打抗生素，那血流都不通了，抗生素的一个效果当然也不好，所以把它整个这样的一个清掉以后，一样可以看得到里面还是有很多坏死的组织，所以这种清创的动作有时候不是一次可以完成啊，每一天都要看伤口，一天要看好几次伤口，看到它里面的一个伤口稳定以后，我们再给它清创完成以后，再给它缝合，才能够恢复到它原来的一个健康。所以那种清创的动作是比抗生素还要来得重要。感谢收看，再会。